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大财报，我是陈觉进。昨天外资不是啊大买特买吗？昨天还大力加码，甚至啊累计的一个净多单部位啊高达近8万口啊。于是很多的一个专家啊都会告诉你说啊，今天的台股要玩大的，今天的一个台股啊将会大涨。结果呢？结果涨到哪边去啊？不仅没有涨哦，今天还收黑啊。但是台股啊到底有没有机会涨，会不会涨，你也要先看看我们的大财宝啊。你来看我们的大财宝怎么说的，这是啊大盘十五分线图啊。你可以看到啊为什么在昨天它能够反弹上来，原因很简单，大户指标翻红，攻击力道转强，就告诉你说什么，告诉你说有一只手它开始要做拉抬。结果你可以看到昨天拉上来了，拉上来过程当中，但是在今天呢，你看大户指标就是下面的大户指标翻绿，攻击力道转弱，就告诉你说什么，今天会怎么样，今天会有压。所以你今天你拥有这一套的一个系统之后，不管行情怎么样的一个波动，是不是都将难不倒你啊？至于在个股的一个方面啊，也是一样嘛。今天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到底可不可以做买进，还是说今天这一档的一个股票逢高要做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，甚至可以反向放空赚价差，这些你也都要知道啊，你也都要能够一清二楚啊，不然你怎么样啊成为市场的赢家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反甲，连接器的反甲最近呢、啊、很飙很强，每个人都会拿出来告诉你。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啊，今天早盘开高在创新高的一个同时啊，来到82.8块，我问你可不可以追，看到尾盘的时候跌下来，你当然会说哎呀老师这种股票今天都不能留了。但是问题你在早盘的时候能不能够立即判断出来，这才是重点嘛。不然你看到早盘的一个开高，你又受不了了，又跳进去了，一天做错方向10几%，情何以堪呢、啊？到底早盘的开高再创新高能不能够买呢？我想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告诉你，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大财宝，来，大财宝告诉你什么？要买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嘛，哦，大户指标翻红嘛，趋势指标翻红嘛，攻击力道转强的时候一波的一个涨上来嘛。但是来到今天再创新高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小心再小心啊？你来看哦，虽然趋势指标还是翻红哦，但是你对下来大户指标，嘿嘿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翻绿啦，今天翻绿啦，告诉你说今天有人偷偷在卖了，你看不出来，但是大财宝看得出来。而且今天的攻击力道只有多少？0.65，小于一啊。今天攻击力道转弱，就告诉你说，哎，今天不可以追哦，今天有压哦。再来，你看到右下角又有一个提示，告诉你说短线过热，筹码已经凌乱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今天早上你会去追吗？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嘛，只要你是我们的用户，我相信今天你绝对不会去追嘛。甚至啊艺高人胆大的一个人啊，甚至你在今天你知道他筹码凌乱，你甚至还可以反向放空下来赚价差，你可以看到一天高达14%以上啊，哎，14%呢，做错方向一天14万就不见了，
情何以堪呢、啊？所以为什么你要拥有大财宝？你可以看到，不管个股的一个涨跌，你是不是都一清二楚啊？要是你做错方向，那么我问你，一档股票做错，两档股票做错啊？你到何年何日啊，你才能够啊存够老本啊，快乐过生活？这是不是很重要？再来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冰川也是一样，早盘好漂亮，差一点哇要拉到涨停板，很多人受不了要冲进去了，但是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来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大财宝怎么说的。来，为什么要小心再小心？同样的嘛，创新高，但是还到指标翻绿了，还攻击力到 0.84， 攻击力爆转弱了，还告诉你说筹码凌乱了。所以各位啊，你今天拥有大财宝之后，你看今天价差高达 16%， 哎，16%是这多的呢，一天啊了16%，看你有100万，那边几天钱念你就没去了呢，这是不是很重要？是不是很重要？再来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像这一档的一个庆腾4534庆腾，我问你要怎么做？从啊8月4号跌破关键转弱啊，大户指标翻绿以来，就告诉你主力大户一路在卖，一路在卖。然后今天攻击力道只剩下0.57啊，就告诉你像这样的一个股票，你就是要懂得怎么样？就是要懂得放空啊，就是要懂得放空啊。结果你可以看到啊，这次我们跟我们用户分享的空单标的，你看今天是不是杀很大？是不是杀很大？包括什么？包括这一档热身啊，哎，日商白纸竿头要收购128，很多人想到128，以为它会拉到128，结果你可以看到，我的大财宝已经告诉你什么？哎，它已经转空了，已经转空，攻击力道只有0.73呢，大户在卖，像这种股票就是要怎样？你就是要懂得做空，你懂得做空，你看今天杀很大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你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今天拥有一套好的一个工具，不仅可以帮你啊排除心中的一个盲点呐、啊，带你来啊啊掌握赚钱的一个契机啊，甚至啊，你今天拥有我们这套的一个软体之后啊，哎，盘中我们还有给你一个教学的信息，还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来操作啊，你要怎么样来操作？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，这些你要小心，这些你要做空啊？你看你都一清二楚啊，我们都会透过盘中的一个讯息啊，来教你如何来钓大鱼啊。所以你看你今天拥有我们这一套大财宝，你是不是很幸福啊？不只是空的一个股票，大财宝能够帮你做掌握，包含的一个多的股票也是一样嘛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一档的元泰，你看也是我们用户的一个怎样分享标的之一嘛。如果你这边没有买，这边没有买，那么前两天的时候，我在录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8月22号，当天攻击力到1.34，大户翻红，大户翻多。那我问你，可不可以买？很清楚嘛，很清楚嘛，当然可以买。所以8月22号，你看我跟我们家族的一个用户啊所分享的一个讯息啊，买了之后，23号马上大涨上来，大涨6.62%，然后呢？今天持续的一个大涨，20.7，当天花线的时候20.7、20.65，到今天收23.6，这样短短两三天的时间，14%，你看14%一百万，14万呐、啊！啊，像这种有量有价的股票，你现在杀百五百，哎，一转眼你赚30万、50万了、啊，这都是稀松平常啊，轻松愉快的事啊。但是重点，你有没有拥有一套好的一个工具、啊？包括你可以看到，这个还没有结束哦，这个还没有结束哦，攻击力道我都会来帮你做评判。包括你看到这一档精彩，这一档的一个精彩，你看今天你可以看到大户翻红，今天趋势翻红，包括攻击力道今天来到 1.3， 告诉你我要做价，我进来了，我这只手进来了，我问你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为什么可以买？你看，不论你买在什么地方啊，
不论你买在什么地方啊，你今天拉上去啊，通通都是大赚的。还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呢？来这一档，也是啊，我们用户分享的标的之一哦。你看，哎，很少人哦说哦，哦，今天跟你讲软体，很少人哦会拿证据跟你看呐、啊，很少人会发讯息给你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敢？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软体，对于我所设计的软体有十足的把握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也是818，我们跟用户分享的一个标的之一。你看哦，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哦，你要不要做掌握？所以行情并不是重点呐、啊，重点只在于啊，你能不能够洞悉啊主力大户他们的一个作价形态。如果只要你能够洞悉的话，你看你也可以跟我们用户一样，每天都是快乐好生活，每天都是快乐好生活，每天都是快乐好生活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一路以来我们跟用户所分享股票，我们在节目上啊，我们也跟大家好来做见证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现在你还操作不顺的投资朋友，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掌握标股的投资朋友，没有关系，你在广告当中，你电话一定要打通，哦，你电话一定要打通，想体验的，哦，你就来问啊，或者啊，你想更进一步来体验呢、啊、大财宝神奇威力的投资朋友，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电亲临体验比较，体验免费，满意再购买，但是不过记得啦哈。哦，麻烦你要过来的时候，请先事先跟我们理专人员呐、啊、约好时间跟场次了哈，以利我们来做一个安排。最后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操盘顺利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，拜拜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